好，各位，我们在第一集的时候谈创造超级的绩效，在第二集的时候，在早上我们谈的叫做创造超级的价值。各第三集是一个重头戏，我们要专门来谈两个字，叫做什么和？整合。我先这样来做分享。刚才一下课呢，在外面签名的时候呢，后来有一个伙伴呢，大概买了快十本，然后他就一边来请我签的时候，他说：“老师，我就是谁。” 可这一位呢是国际的高科技的集团，专门负责海外的重要的伙伴。a p p l 在吗？来，给我们给他掌声，好吧？来，OK。那我要以他呢，作为今天开始的故事，我们第一次见面，但是，哎，握手那一刹那，我讲得出他在北美，他在中南美洲所发生的故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彼此都看对方的两个字什么书。 脸书，可我们现在开始来想一件事情。可如果从现在开始，我们的老客户可以透过科技跟我们联系的很好，新的客户从来都没有见过，一见面的时候都讲得出他的故事的话，各位，那我们的人生就开始迈向了很重要的两个字，叫做什么和？和整合。那我们现在就开始从整合这个地方来一个一个的进去。 哥，今天呢，我要从不同的角度来跟你分享。我要以我学财务、从历史分析的角度，让你重新看看这个世界。所以，我们每一个单元都有不同内容，但我会帮你把它给整合起来。可我们先从这个开始。可一九八八年回来到台湾之后的话呢，我们开始协助了很多的这些重要的公司，结果发现很多大型的集团染上一种很特别的病毒，叫做。 铁达尼号的病毒，什么叫做铁达尼号的病毒呢？看过电影的朋友就会知道，铁达尼是号称永远都不会沉没的船，结果竟然什么沉了。各很多号称永远都不会出问题的公司呢，一家一家出了问题。而且呢，我们来看一看实际的数字。我们先从美国来，各位看数字最能够了解了。 各一九八零年到一九九三年，只有这几年当中的前五百大的制造业，各位裁员的不是四十万人，也不是七十万人，各位总共裁员了多少人？四百七十万。各位，这四百七十万人算多还是少？高雄市总人口有多少？人口有。哇，你有没有发现？我们今天走出会场出去之后，看到的每一个人都还不够五百大的机构做什么员？ 裁员，而且第二个号称永远都不会裁员的机构，美国的国防工业一口气裁掉了四十四万份的工作。那我回到国内之后，我也协助我们的中科院，可我不是做飞弹的高手，但为何要去协助中科院呢？因为连现在这么顶尖的机构。 因为预算裁减之后，要出去做四个字，叫做军民通用。什么叫做军民通用？要把国防的技术卖给这些民间，能够赚起来更多的双赢的利润的时候，连技术的高手也要负责卖两个字技术。第三个，那我们再来看呢。 我记得一九九七年呢、啊，那么我在新加坡做一万多人的演讲的时候，新加坡的国家电视台呢特别访问我四个字：“亚洲的金融风暴。”我们给你看这个数字，你完全清楚的，一年而已。韩国失业的人口到达两百万个人，可今天一路翻转上来的韩国，其实刚开始是非常的凄惨的。那我们现在来开始看了。 很多的公司越跑越辛苦的时候，这个世界却跑出来一种超级小公司。各我们在上一个单元，我们提到的是用 Facebook，那么来作为例子。每个不同的时期都有不同的超级小公司。现在我举的这一家呢，公司很小，只有两个人在家，一个助理，而且各位老板年纪一定很大，还是很轻，一定是很轻。各位年纪大概是几岁？只有两次拆的机会，年纪大概是。 三十一啊，太老了，来，OK，OK，OK, OK, 来，各位，最后一次，十九岁啊，你猜的是比尔盖茨。各位，这一次不是比尔盖茨，我还记得呢，各位，有一位呢，高科技的总经理，媒体访问他的时候，一个他讲说他三十几岁，他说你是我 Internet 的产业访问年纪最大的一位，三十几岁算年纪很大，各位，这一位呢，创始人才二十四岁。 二十四岁的小毛头，两个人再加一个助理，各位，十六个月之后资产净值，这里面有很多会计的高手完全清楚，什么叫资产净值？总资产扣掉什么？负债总共是多少钱？各位，美金五亿六千五百万，各相当于台币多少？还要算很久。各位，为何这么小的公司能够创造这么高的？ 资产的净值，所以我们就要开始来了。所以你就开始发现了，有很多公司越跑越辛苦，有很多的公司却越跑越快。各位，每一集我都会花几秒钟来重复谈这两个字：全球没有什么不景气，只是正在做两个字叫做什么转型。所以各位从现在开始忘记不景气这三个字。景气很好的时候，有很多人业绩还是做不好，有没有这种人？有。可有人呢？ 即使不景气的时候，还是抢抢棍的一路上来，所以关键是两个字：转型。可这是这两天刚刚宣布的重要的讯息。可我的客户的资讯，我通常只能够知道，不能够讲。现在媒体发布了，所以我就给你看一下。这是我的客户之一，叫做 m a s k Line。 全世界最大的航运公司就是你回想一下，货柜上面有一个很大的蓝色的底，画着一个星星的符号呢，叫做什么？MSC n 台湾翻译叫做什么？快维。可这家公司呢，建造了一艘呢最新的船。可到底有多大呢？那我来让您看一下，最右边是什么号？铁达尼号是这样子，可它长这样子。可最左边呢，各位是什么大厦？帝国大厦。 如果把避雷针拿掉，可它比帝国大厦怎么样还要大？可你现在想象一下，帝国大厦在海上航行的样子，跟它代表什么？根本没有不景气，这个公司看好未来是成长，所以它只要能够做出更大的船的时候，整个的运输的成本反而什么下降，污染也下降，所以它很有勇气的。 个做出的比铁达尼号还要怎么样，更大，这就是我要说明的。没有不景气，只是做两个字，什么行，转型。好，来个，我们来看看来，个底下的数字呢？那么我们更深入进去，这是这几年全球最大的改变。中国单一公司一天之内网络成交的金额到达八百九十八亿新台币。 它相当于多少呢？要比较之后才知道，是麦当劳全年全年年营业额二点三六倍。第二个是北京的王府井百货，各拼一年的营业额，它多久就拼出来了？一天，各位再看喽。二零一二年的十一月十一号，那么。 当天，阿里巴巴的电子商务创下的人民币一百九十一个亿，就是刚才讲的八百九十八个亿的营业额，是它前一年的多少呢？三点六倍。所以您可能可以再推断，明年的这个时间的话，数字会怎么样？更高。然后，交易的笔数到底有几笔呢？来，总共有一个亿，一亿，当天个一。 一亿笔的订单涌进来的时候，而且呢，各位单日单日寄出了七千八百万个包裹，台湾的人口的总数的几倍，三点三倍，几天？一天，而且各位还没有还没有。他刚才只是订单，我们来看一看他到底怎么创造的。而且这一亿笔的交易，第一个。 通通不用见客户，通通不用见客户。第二个，客户自己输入资料，客户自己输入要送到哪里？我叫什么名字？我是张三，我是李四，请寄到什么地方？然后客户自己什么？刷卡，然后什么款？汇款。各位，全部没有人，然后一天之内创造这么高的营业额，这家公司也卖保险。所以各位，它代表什么？ 只要不需要体检的，不需要特地的说明的，那个已经不再是由人去卖了，是直接网络上就可以什么卡刷卡，所以人必须要去卖更高的附加什么值价值，这就是一个惊天动地的改变。台湾现在开始要面临到这一个全球最大的改变，如果台湾能够学到这种 know how 的话，那住在岐山也可以做事业，同意吗？ 坐在那马下也可以做事业，坐在哪里全部都可以做事业，因为根本不需要人东奔西跑。而且各位，今天我们讲完课之后的话，诶，刚才已经有人从义大诶传脸书给我，他說老师正在义大当主办人，不能跑过来。请问去哪里买光碟？各位到手的光碟是什么卡？刷卡。所以代表什么？全世界彻彻底底的改变了。 中国的商务部统计，二零一二年中国的电子商务交易的总额是台币三十八个兆，年成长率是超过了三十个 percent。各因为一般人认为中国的数字是比较有问题的，中国的数字容易碰轰。各位，但是我让你看看，同样的电子商务的话，另外一家。 麦肯锡麦肯锡的报告显示了，从二零零三年开始的话，中国的电子商务的市场每年以一百二十个 percent 的速度增长，够比他预估的还要再更高，那就代表未来你一定要相信一件事情，未来你有更多的朋友是拿智慧型手机的，同意吗？所以我们早上在第二集的时候分享。 我的好朋友当中，是一个福仁社的社长，打死都不用智慧型手机，因为全部的人都加入 LINE 之后，隔天，各他也不能够忍受七天，隔天就开始启用什么智慧型手机，关键性的改变。那我们现在开始要来跟你剖析它背后真正发生的原因。 那怎么会有这么惊天动地的改变？了解它的规则，我们才会提前进行，我们才会提前做好准备。关键性的改变全部都是这个英文字，这个英文字叫做 “boundary”。可这么二十几年来，我都在做这个字，这个字叫做 “boundary”，叫做疆界的改变。就是因为疆界改变之后，彻彻底底的把商业的模式、把业务的模式、把人与人之间的模式全部彻底的改变了，所以。